川丽金由台湾党吃货。日本最夯传桥是非官方吉祥物传丽金，会不会过太爽啦？他拍摄台湾旅游特辑，先去三只养蜂场。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他们吃的东西？他们喜欢吃什么？我想一下哦。什么？梨子。梨子。我是梨子。看到晶莹剔透的蜂蜜就不可怕啦！哇，美味しそう！すごい！刚刚是差点被吃掉，现在反过来吃糖啊！给传丽金很有兴趣的闻啊闻，阿雷，你闻得到？啊，应该是他们点的点心。想必大家都有个疑问，どうやって食べるの？ふなし。後ろのいる順からそっと入れていただければ大丈夫なし。啊，也就是从后面把食物塞进布偶装就可以啦。啊！美食！接着又吃了。ダメ。これ買った人しか食べれないんだよ。一气之下就自己跑来淡水啦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想买这个。苹果让 LINE 那是版自由女神霸道。